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在鱼缸里养高达。不好意思，又折腾你。咱们这次的造景就突出三个字：不甘心。我想表现出这高达虽然沉睡在瀑布之中，但是这手啊还紧紧握在瀑布外的武器上，所以这个瀑布呢就尤为关键。瀑布的管线严丝合缝，咱们试一下啊，三、二，角度问题而已，咱们调正点就好了。正是正了，少了点气势磅礴的感觉。咱们换根管啊。哎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看看多不甘心呢、啊。这驾驶员刹那先生有点掉漆了，拖个漆重涂一下。我发现哈，整这玩意儿比看手工蜕皮还爽呢。现在进入的是脱假发的环节，来个完整的假发套吧。这画衣服啥的倒是真不难，主要是呢，这眼睛是真的难画。完了，位置点错了，那就都点错的，改好了，但是不重要，这画海才重要。咱也不知道加了画海以后有没有效果。君が